粤语版何梅新闻联播，2020年11月24日，新闻早班车，给我十分钟，让你知晓东南西北中。公历2020年11月24日，星期二，农历庚子年10月初10日。更新时间：北京时间凌晨1时。何梅矩阵，万船出发，即为送达。现在播报一何梅精选头条新闻。一国家保护动物吃光10几万斤鱼，养殖户却惹不起。来源：新华每日电讯。秋深冬起，木落双飞。往年这时，天津养鱼大户冯义炮正忙着出鱼，但今年捞鱼不及时，鱼塘却近乎空空如也。10几万斤鱼说没就没了。站在离7里海湿地不远处的鱼塘边，老冯束手无策，语气里满是无奈。偷走他鱼的是乌泱乌泱的候鸟，尤以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最为惹眼。这些通体雪白、飞羽泛黑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从北向南长途迁徙，这里是重要的驿站。七里海位于天津东北部的宁河区，是京津唐三角地带重要的一片湿地，核心区面积44.85平方公里，被称为京津六肺和华北之肾。曾经该道的旅游开发和生产经营使这颗明珠失色，近些年经过大力修复和养护，这里逐步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水风草茂的七里海湿地吸引大量候鸟居留，不过由于附近鱼塘的鱼更多，它们就在湿地歇脚，把鱼塘当作食塘，这给当地养殖户出了一道棘手的选择题：保鱼还是护鸟？他们似乎谁都惹不起。二印媒印军效仿中国抗战经验，在中印边境用上地道战。来源：环球网。印媒印军效仿中国抗战经验，在中印边境用上地道战。印度媒体称，印度军队通过效仿中国的战争经验，在印度所谓的拉达克地区部署了地道攻势。据印度斯坦时报网站11月22日报道，印度军队已经深入研究了中国的作战手册，部署了地道防御攻势来阻止越界行为。报道称，中国曾在抗日战争中成功使用地道来对付日军，越共也曾在游击战中使用相同的战术来对付美国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也出现过同样的战术。三五指学弟性骚扰是什么让清华学者我是女性我有你？来源：澎湃新闻。最近清华美院某女生指认被一名学弟性骚扰，她将该名蔡姓男生的信息挂在朋友圈和其他校内外社交媒体上，引发第一轮针对男生的网络谴责。事情发生后的次日，即11月18日，通过查看后保卫处监控视频，该女生所指的性骚扰并不存在，她通过辅导员递话给该男生，相互道歉即可，还警告她以后注意这些可能冒犯人的地方。随着更多事实披露，加之该女生失态却坚持傲慢与偏见的立场，出现了第二波网络谴责。但这一次的网络暴力针对的不是男生，而是讨伐错误指控学弟性骚扰并且发誓要让他社会性死亡的清华学者。四黄之锋等三人涉非法集结案开庭，庭上承认控罪。来源：海外网。海外网11月23日电，据港媒报道，23日上午，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乱港分子黄之锋、林朗彦、周庭三人相关案件。他们涉嫌于2019年6月21日鼓动包围警察总部，分别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周及林军承认所有控罪。控方表示，就黄之锋被控的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不提正供起诉，黄之锋承认其他两项控罪。三名被告均为已解散的港独组织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另外两人在检视控方证供并征询律师意见后，决定承认所有控罪，因此23日的法庭聆讯会跳过审讯阶段，不会传召证人和争议案情。
直接进入结案陈词。他声称三人被判入狱，若不感到意外。五、印官员：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应合并成一国。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记者崔贤。如果柏林墙可以拆除，那么为什么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不能合并？当地时间22日，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内阁部长纳马布马利克在一场记者会上语出惊人。他不仅宣称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应该合并成一个国家，还声称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成为印度一部分的那天终将到来。二、实时标题新闻榜，一句话懂天下。这会上海迪士尼拒绝这些地区来访者是谣言，游客说在里面很放心。这会北漂模特借了8000元交房租，却要被逼搬离。这会天津一职业学院两老师期刊论文涉嫌抄袭，回应已记录情况。这会停业整顿，吃火锅必须要带旅伴冲上，热搜市场监管部门不能做此规定，已要求停业整顿。这会保健品、微商买卖、个人信息70000余条，获刑3年。新账号赔礼道歉。国内长征5号遥五运载火箭加注低温推进剂，计划24日凌晨发射。国内政协委员建议西藏全区统一油价，官方回应难以承担差额补贴。社会南京一高三学生育母同学家长其母辞职照顾儿子，对学习要求很严酷。国内美军官员到访台湾，外交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军事联系。国内赵立坚：当前中澳关系困难局面是澳方一手造成的，敦促澳方纠正错。社会货车冲撞，出殡队5至9死族，司机被刑拘，挂靠公司多人被控制。国内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院全部集武。国内香港男子非法集结完被判监2周，上诉庭明显过轻，判7个月。社会公司组织员工拓展训练至3死1伤，警方通报。社会唔止学弟性骚扰，是什么让清华学者我是女性我有理？国内广西大新县原县委书记赵丽受贿1344万元，一审获刑10年半。国内快讯：黄之锋等3人承认编画为警种，还勇至12日2日判。社会老司机来了，取消驾考70岁年龄上限后，90多岁的老人又来咨询。社会急：这些岗位工资部长却招不到人，啥情况？社会偷自己的车若犯法。四川一男子将车辆抵押借款给他人后，偷偷将车开回被判刑。社会上海公布2例本地新增病例轨迹排查对象，检测均为阴性。社会网传上海南站出现情况，官方回应一切正常。国内要蹲监狱了，涉非法集结黄之锋决定承认所有控。国内美神秘官员突然访台，台媒都在猜是中情局局长还是海军情报高官。这位男子狱中服刑期间与单亲妈妈网恋，诈骗对方38万。这位官方回应家用自来水能点燃，成立联合调查组，关停问题水井。这位被售楼处人脸识别拍到，买房多花30万。有人被逼带头斩看房，专家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社会广西借业主家污水反冒，锅碗瓢盆全被泡，物管洗洗还能用。社会山东雨山检查发现3家商品房销售现场存在问题，已整改。社会成都男子无女伴陪同吃火锅，被店家拒绝律师违背消法可投诉。社会车位常年被别人占，还多出个钉，男子息了。社会30000只羊如何分配？定了，全国都有份。社会武则天他妈有多少文化价值？社会买了烂尾楼500户，业主凑了1200万元，终于拿到房产证。社会新姐刚买半月，7面多处鼓包冇斗，4S 店还未查清原因。社会演员田新涉嫌强制狠衣，被公诉当事女生，他否认狠果，辩称双方自愿。社会云南威信禁留狗新政暂停执行。社会卖玩具枪获刑10年，当事人没脸出门，若没法找工作。
社会散布女学生遭性侵跳楼身亡谣言一女子被上海警方刑拘，社会为什么二孩政策放开，生育率反而年年走低？社会南京一广场地面下沉至多家店铺墙体开裂，有人因此受伤。社会中国9600万儿童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居住。社会南洋回应业主自救烂尾楼交房，前租开发商加价取消涨价。社会600万劳斯莱斯被喷成这个鬼样子，车主看了一眼却收劫起来。社会上海二例本地新冠病例轨迹公布，在户密切接触者86人均隔离观察。社会某名男子因感情纠纷被浸竹笼，视频热转，多人作案一人已抓获。社会胡锡进，媒体不要被资本逆袭，这个原则绝对应该坚持。三，韩媒通讯社讲好何家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百度百科卢江书院，卢江书院位于今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流水井29号，是港邵两府60多个何姓家族出资合建，曾于道光、光绪年间两度重修。书院建筑秀美，装饰细腻，是广州书院群保存比较完整的合族字书院。卢江书院是近代广府何氏的图腾标志，是何氏先辈在清朝联合广州府及肇庆府的何氏村落打造的合族字书院建筑。本书院保存完整，在中国的明清书院中具有代表性，也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其建造模式及运营模式在中国的书院群里也别具特色。卢江书院为国家民族输送过很多爱国志士，杰出英才。四，历史上的今天，1988年11月24日，世界最大木版典籍《乾隆版大藏经》重印。1988年11月24日，被佛教界、文物界称为弘扬佛学、保护文物盛举的重用《乾隆版大藏经》，首批发行仪式在北京举行。为这部《大藏经》题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霍吉坚赞。撰写序文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参加了仪式。被誉为佛教百科全书的《乾隆版大藏经》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是佛教界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也是一般学者研究古代东方语言、文学、艺术、哲学、逻辑、医学和历史等多学科的珍贵资料。这部世界上最大的木版典籍，原有版片7.9万多块，重约400吨，共收佛藏7240卷，分装724函，约6700多万字。由文物出版社首批重印的《乾隆版大藏经》，共50部2000卷，装200函。韩媒新闻联播维里梭利一天热点新闻播报完毕，谢谢收看。